看饭店公鸡搭一个轰轰烈烈的声走。韩国瑜领唱军歌夜袭，三万韩粉听得热血沸腾。这首歌因为韩国瑜爆红，十二号韩流将吹到桃园，让陈学森竞选团队也加紧练唱。刺向敌人的心脏，刺向敌人的心脏，值得那心好一响，飒飒。他们是竞选活动的领唱歌手，一个发过唱片，一个出过 EP， 唱功一流，但想炒热气氛，让支持者嗨起来，可是有配包，用动作还去带领他们一起来，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十二号，韩国瑜和陈学圣在桃园合体晚会进场时，选择韩国瑜最爱的古乐《照京城》。江山依旧，人事已非，只剩古乐《照京城》。另外还特地挑了这首《势在必行》，要贴近年轻人口味。为别人看我不屑不管，昂首飞翔。竞选团队说，这首歌和候选人的心情很像，就是要昂首飞翔。晚会用歌曲串联，离场曲目也不能马虎。选了经典军歌《遍地桃李》，希望也能跟夜袭一样爆红。而《国家》和《中华民国颂》则是要激起民众爱国心。巧合的是，三首歌都由刘家昌作曲。虽然倒数晚会歌曲都得精挑细选，就是希望激起选民热情，让候选人的诉求透过音乐深深印在选民脑中。记者黄少明从台北桃园报道。